下车一下，嘿，下车一下。车内有喷酒精吗？有，有啊，有，又闻到酒味，有没有？帮我吹一口气后。昨天有喝酒吧，因为我吹出来有酒味哦。久一点，久一点，久一点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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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利息零多少啊？0.70哎，那有可能？0.70超过了啦，超过0.25。0.70，我了没？我没有那开车啊。我来讲，你的酒色值0到0.17，我们都劝导而已。0.18到0.24，我们要开单扣车哦。你现在0.25。以上就是公共危险罪哦，你现在0.70。